新年快乐！鹅，小鹅，怎么一只小鹅呢？哎，这两只龙要拍起来，降龙，降龙八掌，猛龙。这一只是猛龙，那一只是红龙。等一下，是往左边。好。现在在地面上有看到猪在跑。那边是樱花树。梅花鹿出来了！梅花鹿，哇，梅花鹿，梅花鹿，它是我的。那一头是水牛。干那汤杯无，餐厅。他们搬到那边做吗？你看人家当时他们就可能整天在这里。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左村就是这样子。哎呀。他们应该有携带什么东西？应该有。你看你看没人抓着。对啊。天哪！火车头。这一台是属于工程宿营车，嗯，应该是住宿的车子。哎，厕所。化妆室。原来在这里。等一下，这是属于行李车。行李车。他以前是这样子啊。离别的车站，呜、离别的车站。对，行李车是长这样子的哦。
这个是专用手车。专用手车啊，这种车我第一次看到。车头比较像车头。在后面。好。是的。有另外一台即将要过来了哦。哪一台？那边。那一台。开放式的哦。太好了。等一下路到那边去走，我们走过去。那两只。你让他车子先。哎呀。哎，那个鹅。哎，对，那个是地标。哎，你今晚走走到这里了哦。就是坐这个。哎。现在开放式的小火车要即将进站，火车渐渐地去行，再会，我的乡亲甲亲情。回家多久？尴尬，我这么尴尬，我回家多久？对啊，我就跟你讲说，会有一半的人在那边，一半这里没有人，就吃的地方就有人。我真想说坐那个绕一圈，几乎这边都没人。因为它好像只开发到那边的。它这边就是自然的一个园区。还要让大家坐那个火车。嗯。这样子就绕一圈了。另外那一台在那里。这是潮州铁道园区的著名路标。刚好一个爱心。哎，爱心。爱心。爱心。走那边。